力求动作到位，200多人即便腿酸了，身体累了，依旧提振精神，毫不懈怠。练到满头大汗，今年和弟弟相约来演绎的《红瑜伽》，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。姐弟之间相差11岁的距离，似乎也因为演绎有了更多共同的话题。因为常常要一起练习啊，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开玩笑说：“哎，哪边比不好啊？”或者是“哪边要加油。”。然后相处时间也变多。一开始都是大部分花在时间，就是花时间在记动作，现在就是会体会里面歌词的内容。神情专注，今年才要升小学5年级的郑慈欣和国一的庄怡珍，全团年纪最小的他们打得好认真，就算动作再难，也跟着哥哥姐姐一起完成。可以跟大家一起练习，然后演绎的时候可以让大家知道这首歌的含义，然后可以让大家感动。在家里有空的时候会练习，因为都已经学了，就要把它做到最好。用心的练习，希望在台北场演绎当天，让更多人看见属于年轻世代的力量。带来新闻雷亚吴伯勋台北报道。